主料，金针菇200克，鸡蛋3个，香菇2朵，辅料油25毫升，盐4克，葱10克，蒜、鸡精2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先把金针菇洗净，去掉老的根，鸡蛋磕到碗里，搅打均匀，锅里放油，葱、蒜切碎，放入锅中煸炒，再放入金针菇，翻炒均匀，放入香菇丝翻炒，倒入鸡蛋液翻炒，翻炒鸡蛋成型即可。出锅前放入鸡精调味，盛入盘中即可享用。烹饪技巧：翻炒鸡蛋成型即可，出锅前放入鸡精调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